感谢赞美主，突破靠着主的爱，踏入了第20年的福音戒毒的侍奉。20年，的确是漫长的。在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仍一直向吸毒者传福音，把这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带给四周围的人。这一切都不是靠人的经验或知识所能成就的，乃是完全靠神的大爱激励了我们，是他的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当人内在的生命被神的爱所触摸时，他的生命就充满了爱，很自然地会去爱与关怀人。若没有神的爱，我们这群吸毒者仍然畏缩在黑暗的角落，更有许多戒毒失败的吸毒者再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。感谢主，就因着神的爱，今天我们勇敢地面对了人生的挑战，并活得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突破宣道的使命和教会的使命是一致的，就是回应主爱的呼召，去完成主爱罪人也拯救罪人的大使命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请您在祷告中常纪念我们，愿我们这群某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拯救的过来人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去关心帮助许多被罪恶、被毒品所捆绑的生命，更愿我们常存着感恩的心，负起爱的使命，一生跟随主，一生荣神一人。阿们。妈。
望中痛苦，沉迷最终生命堕落，我的心被困锁，却无法挣脱。沉重的心事，悲哀，心锁何时能解开？踏错脚步，误入歧途，我痛苦，我无助，任命运摆布。黑暗的角落，耶稣救了我，神灵光照我，重担解脱落。因主的怜悯，救赎的恩典，宝血洗罪孽，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。黑暗的角落，耶稣救了我，神灵光照我，重担解脱落。因主的怜悯，救赎的恩典，宝血洗罪孽，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。随耶稣基督到永远。
累，主啊我好疲惫，主耶稣啊我的心已伤痕累累，主啊医治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主啊除了你我还能依靠谁，主啊我后悔我的所作所为，主耶稣啊赦免我，洁净我的罪，主啊感谢你，主啊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爱触摸了我的心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是我新的生命，让我能够重新再来过。愿你复兴我的灵魂，能够再来一次复兴我，让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跟随你到永久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是我新的生命，让我能够重新再来过。愿你复兴我的灵魂，能够再来一次复兴我，让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跟随你到永久。让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跟随你。